志玲拥有超高颜值以及纤细高挑的身材，而她的高 EQ 更在大众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，正面形象备受喜爱。她与日本男星 Akira 于2019年结婚后，迎来了宝贝儿子的诞生，升格成为新手爸妈。两人婚后的生活十分低调，不过林志玲偶尔出席活动时，还是能发现已经是人母的她状态依旧非常好，而且似乎更加有气质了。日前林志玲透过社群晒出一张近照，只见她对着镜头俏皮的眨一只眼，还比出夜的手势，看起来十分活泼可爱，完全不像是已经48岁的样子，冻龄美貌惊艳众人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留言惊呼，这张照片太可爱了吧，志玲姐姐果然是永远的女神啊。